在信吉路露营就是一件那么开心的事情。一大早，头家去送咖啡来，王化妆师又那么温柔，虽然口罩还没有戴，赶快补一下。你看看，那享受。如果现在按完就收工就很多。天还这么亮，还没天暗呢，老师，干杯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人就是要有点幻想。你就会觉得今天很开心很快乐，就是要开心嘛，要乐在我的工作。月马江湖道，是谁比天高？以为是为人没长久，以为是翩翩美少年。志杰是谁？八草间。志杰是谁？啊，志杰是谁？志杰。对啊。怎么的？志杰比天高。认住了。瓦豆。瓦豆。第一摆来信吉，你感觉？感觉安怎？这状况安怎？哦，足紧，其实我拿来是足紧张的，因为第一次来到这里、個欸。其实我住在家里面，我哥就是都经过，可是很少就是进这样子。还有这个机会来到信吉电视台，然后我觉得、欸、真的是都是一个考验啦。嗯，对的。还、啊、有这个机会，咱来好好把。跟沈哥跟新梅姐配合。哦，跟沈哥感想安怎？新梅姐第一次遇到，那沈哥之前在外场就遇到，其实就是很新鲜。然后沈哥嘛教我做贼，所以我会把这个经验都给他收藏起来，记在脑海里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不，把前浪踢死在沙滩上。我唔敢甲杀。太冷，你敢？啊，我冇，你咪记啊，你咪记啊，哦，咱唔敢，你上够唔？咱就是咱底下稳定安尼就好。稳定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